新冠疫情对全球的经济打击比起2008年的金融风暴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新加坡贸工部在最新公布的经济报告中点出，今年第一季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萎缩0.7%，官方也三度下修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数据。配合分阶段重启经济措施，该国政府今天下午宣布推出总值330亿新币，折合马币大约1014亿令吉的抗疫预算案。新加坡贸工部星期二发布涵盖第一季整体经济表现、各领域表现、通货膨胀和就业情况的报告。有鉴于境外需求前景堪忧，加上国内实施阻断措施后对市场形成一定的打击，官方将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测从早前的-4%到-1%，进一步下调到-7%到-4%的水平。报告显示，经过季节性调整，新加坡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环比萎缩4.7%，比去年第四季度扩张0.6%的表现落差明显。住宿和食品服务萎缩情况最严重，紧接着建筑业、批发和零售业。不过，制造业、资讯与通讯以及金融保险都出现扩张的现象。特别是制造业同比增长6.6%，主要原因是生物医药制造、精密工程、交通工程等领域扩张，抵消了电子和一般制造和化学领域的跌幅。报告也指出，尽管全球经济仍存在许多不确定性，新加坡经济前景预计会进一步减弱，但制造业和通讯业依然具备弹性，进而发挥缓冲作用。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。